哇！大家好啊，我哋真系要打呢一个咧嘅，我觉得喺开即系自从开赛以嚟啊，最难打嘅一场战役啊，可以话系。跟住，都冇办法，一系就咁啊！我派咗士兵出去打噶啦。咁但系呢度呢，就出现咗呢个嘅状态啦。咁就系、是、贾诩咁啊，贾诩呢，就系、是、用咗好低嘅姿态嚟投降啊。咁所以呢，曹操啊觉得喂，好渣啫，冇咁桀骜不驯咁样啊。谂住劲人一定都系串噶啦，咁但系唔串喎。好啦，咁呢度呢，就系、是、即系发现咗张济嘅老婆啊周氏，咁呢，如果我自己拣呢，我就会拣二嘅，因为我觉得你啱啱先入到人哋嘅城嗰度呢，但系就将人哋嗰、那个即系就抢人哋个阿嫂呢，我觉得真系几过分嘅事嚟。咁但系啦，曹操嘅性格啊，尤其是呢，我打算先打咗红色路线先嚟而家咁啊，所以啦，就会拣一啦，冇办法啦。咁啊，至于呢边张绣，哇，有冇搞错啊？竟然呢，拎咗去陪酒。实在太过分啦！咁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入面都有啦，即系将呢个典韦嗰个嘅武器啊攞走佢，咁啊就会呢，容易杀到佢啦，咁所以啊，突袭进行得顺利，好，咁就杀曹操啊！然之后啲突然之间呢，听到兵荒马乱啊，呢个嘅即系走去无啦啦听人哋。即系喺你面前弹，同埋喺当然我知道唔系真系弹，当然我知道唔系就系弹琴弹乐器咁简单啦，好，我搞一搞个荧幕先，始终都系用而家嗰种方法录系会有少少问题但系好快搞掂，OK。西门守兵教养，想走冇咁易，都知系好难嘅，其实即系要喺呢边走。好啦。嗱，如果呢，即系照正常呢，嗱，呢场如果要牺牲典韦嘅话呢，其实就要牺牲典韦就唔难打嘅，牺牲典韦就好简单嘅啫，只需要呢，系曹操从呢边一走，咁就搞掂噶啦，好简单嘅咋。但系如果谂住救佢嘅话呢？啲宝物库攞先，咦冇噶，冇嘢攞，有冇搞错啊？嗱，如果谂住救典韦呢，就唔系咁打噶啦。曹操就唔走得住。然后夏侯惇，
再加埋典韦。好，弹跳。依度咧就两个人会单挑啦吓，咁啊虽然啊典韦啊赤手空拳啊，仍然可以咧即系同阿胡车儿啊打翻啊，打得相当灿烂。咁然之后咧胡车儿又唔够踩啦，咁但系都走咗啊，逃走咗。咁啊典韦其实都开始顶唔顺啦。至于曹仁呢度点做呢，我都谂紧点做。其实照计应该喺呢边顶嘅。啊，点解要喺呢边顶呢？就唔好俾佢入嚟做一个包夹啊！如果啊典韦被包夹咧，就好危险噶啦。跟住就哦好啊，因为咧其实我几惊啊，如果佢系用，如果佢唔系用小补给咧，其实好典韦有机会死啊。因为得59嘅，哇张秀嚟嗰个。呢度曹仁啊，顶得几耐得几耐啊，大佬啊，唔好俾佢哋上嚟啊！啊，被包夹咧就好大件事啊！所有嘢唔喐住，第一件事俾典韦走先、啊、甚至胡车儿条命要唔要咧，都另计嘅。最紧要系俾典韦走咗先。哇！用毒即系用计可以升到级，跟住依度有豪敦喺度咧，就可以帮手挡多一个回合。算啦，你哋呢度个任务系尽快开路啊，要。牛顿就留翻喺度，杀到胡车儿最好，杀唔到都唔紧要。
曹仁就要喺度一夫当关。诶，飞龙道袍喎，有嘢攞，顶多阵啦。哎呀，顶唔到，顶唔到就大镬啦，因为即刻就嚟包围啦。你打我啱啊！唉，盡快解決你啊！要睇下先，依度34，等等啊！唉，争五点，开路，跟住俾点位走，回一回佢先。跟住曹仁，喂，曹仁走唔到喎。唉，曹仁都补补血先。好，咁啊，睇下依个回合点样啦。保唔保得住典韦同埋曹操条命仔咧，就睇下呢个回合啦。啊，李典希望顶多两嘢啊！诶，曹操唔顶到，哇，得翻三十一啫。诶，依度唔惊住曹仁，唔死就得噶啦，呢个回合啊！第四回合，咁就曹操走先。哦，补给补下自己先，啱啊！唉，跟住点啊又走啊！哇，依度都唔顶得几耐喎。诶，横掂都系啦，诶，顶得几耐得几耐啦吓，喺度拖多阵都好啲嘅，吓拖多阵都好嘅，但系基本上咧就安全噶啦，啊曹操同埋曹公同典韦基本上就安全噶啦。啊，曹安民就冇乜所谓啦，由佢啦。其实都不会有机会再用他，因为他死不死以后都应该没什么机会用他。哦，张绣来的，没办法了。哦，当然太迟了。哎，我们已经轻舟已过万重山了。好，搞定。
相當危險，係全軍撤退啊！啊，最低限度咧可以又攞到人哋件道袍啦，啊，即係其實咧都攞咗好多著數啊！嚇，又攞咗人哋件道袍啦，然後又啊典韋我又保住咗，走得咗啦，所以咧其實就係非常之有著數。遭到张绣严重打击的曹操咧，就翻去许都重整旗鼓，然之后啦，啊，寿春嘅袁术突然宣布称帝。于是袁术自立为天子啊，实在咧系唔可以轻易饶过佢，一定要马上发兵讨伐。如果唔系，喂，个个人都话自己系皇帝噶啦，系嘛？咁梗係邊個槍打出頭鳥？邊個第一個走出嚟話做皇帝呢？啊，要喺即係要喺漢朝以外啊，再有另一個皇帝咧就揼佢。啊，袁即係袁術雖然就唔係好掂啊，個人唔係好勁，但係兵多咁，所以咧就算即係所謂殺人一萬自傷八千啦，咁所以咧就算可以打贏佢咧。都冇乜用啊！我哋暫時咧積蓄下實力先啊，同埋咪等佢哋自己打啦啊！我哋唔好打袁術啊，自然有劉備啊、呂布啊、孫策佢哋自己去打噶啦，由佢啦啊！有時啲嘢唔一定要我哋去打嘅，反正咧仲有個皇帝喺度，只要發出核文，四支部隊一齊圍攻啊！啊，我哋就冇乜損失啦，仲可以。匿埋食花生，然之后睇住佢哋围攻呢个嘅袁术添，啊，所以呢个办法绝对行得通，冇错啊！如果唔系要个啊，如果唔系立个皇帝翻嚟做咩啊？就我嚟做呢啲嘢啫嘛。等佢称啊，等佢称帝啊嗱咁样。哇！四面围攻啊！寿春大雨连绵咧，所以引发好严重嘅洪水。不过主公是咁的，寿春一带咧就连降大雨，咁所以啦，土地咧都一啊，即系变成一啊，变成咧呢个泥地啊，咁啊好难搞嘅，好难行啊！大家咧如果有睇过嘅。啲戰士都知道啊嚇，即係你喺啲泥地上面要行軍咧，其實係好難搞噶。好，開始進攻啦咁樣，我點解會開始進攻咧？就咁啊，呢一集咧就即係其實就算係唔係好耐啦嚇，咁但係其實咧典韋啊，即係都相當唔容易啊，去將呢個典韋咧係即係。保住佢啊！保住佢条命仔。咁我哋就啊都好啊，以后咧仍然有典韦用。咁我哋咧下集再见啦，拜拜。